跟你讲，白痴才会往前走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就是白痴。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一直有奇怪的声音呢。他等一下一定会扑到我脸上，我要先做好尖叫的准备。我干你俩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当代》。总之呢，它是一款恐怖游戏。那我们直接开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来这个游戏了。哇，这里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家吗？也太像废墟了吧？哎，有车哎。所以我们是开车来这个地方探险吗？好的，过不去。看起来是一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啊。我们来这个地方的目的应该是要探索这栋房子吧？可以偷看里面吗 ？Hello， 没人。哇，到处都杂草丛生啊！这几百年没住人啦、啊。有门欸，开一下。Open 盆，打不开。欸，什么声音？欸，我们刚刚有看到这栋房子吗？欸，这栋房子是不是凭空出现的、啊？我们刚看左右四周都是一片黑的、啊，然后这是类似什么储藏室吗？哇，有大镰刀欸！哦，我可以拿吗？又是一个喜憨儿主角啊！有这么好的武器又不拿？欸，有钥匙，我看到钥匙了。好的 ，key，OK、okay。然后是捡小狙狙的吗？榔头，铲，哎呦，没事，那是树叶，吓死我了。好的，看来这边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捡了。我真的不能拿一下武器吗？每个恐怖游戏的主角真的都智商都低能啊，可怜。哎，后面可以走哎、欸，哦不行，还是被卡住了。我们应该是只能进这个门了、啊。反正我们有钥匙了。Hello, open, yeah, baby。哎呦，好黑哦，好毛哦。一堆垃圾。好的，这是什么？衣橱吗？不能开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张照片好恶心哦。Hi, baby。蒙娜丽莎的微笑。风景没有东西可以点的。哇塞，看一下啊，这什么？这画看不到欸。哎呦，好诡异的地方哦。这边还有二楼，我们等一下再上去好不好？先看一下一楼有什么东西。这是厨房，这碗盘几年没洗了、啊，这根本已经废墟了吧？好的，看一下有没有能调查的地方啊。Open， 这是锁的。好的，看起来是没有。那我们去楼上吧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刚听到有东西移动一下的声音，是这边吗？我可以出去吗？锁起来了，我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。果然是主角的低能智商啊，可怜。Hello， 有人吗？这里有人住吗？这边有一道门呢、欸，这是通往外面的门，是不是后门啊 ？OK。还有小小鹅、小蝴蝶，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小鞠鞠，哦哟，身着娃娃衣。还有蟑螂欸，好恶心哦！哎哟，世界最恶动物之一，蟑螂，还有蜘蛛。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吗？
马桶啊，每次看到马桶都好像舔一口啊，赞！哦，有蟑螂太大只了吧，好恶哦。然后这是什么尸袋是不是？里面装了小屁孩的尸体。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好像只有二楼的路可以走哎、欸。那我们去二楼吧。哦，这边楼梯在这边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什么声音啊？听起来像怪物哎、欸。这边不太妙哦。他关灯了，他关灯了，不要 ，no。哎呦，傻逼才进去！哎呀，干嘛、啊？太黑了吧？哎，完全看不到哎、欸！哎呦，所以刚刚是衣橱在发光吗？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边有个按钮哎、欸，刚是有人帮我把电源打开，是不是？不对啊，这栋破房子还有电源，真假的、啊？这么东西可以解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嗯，真的好破烂哦。哦，亮亮的，舒服多了，终于看到路了。Hello， 这扇门可以开了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后面有一个怪物吗？等一下，这边风景是不是是这扇窗户吗？看一下，哎呦，可以开了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有人在这边吗？好的，随手关门的好习惯。这个男的脸为什么被涂掉了？长太丑吗？应该是长太丑啊，老婆受不了了。电视在演什么？没讯号。三台，还有好多的 A 片。好的。叮叮叮叮，我可以爬桌子哎、欸。睡哦！为什么会有奇怪的声音啊？还是我脚步声啊 ？Hello， 这是楼梯吗？有电话哎、欸，电话在哪里 ？Hello， 我要接吗？接一下好了，一。干嘛？啊！我接了电话，你要讲话啊！妈的！啊！就这样吗？想说可能会有人从后面抱我之类的，电话接起来不讲话，很没礼貌啊！妈的，小屁孩，最讨厌这种屁孩。好啦，我们上楼吧，感觉楼上会有东西啊！我来了 ，baby。我来找你玩咯，小鬼鬼。诶，先走这边好了，这边看起来比较安全。Hello， 某头，你好。There's an aching deep inside that no longer I can hide. 这是什么？录音机是不是？ Once more, it's time to roam. 讲中文好不好？听不懂。好像我在跑步哦。小屁孩要出来咯，开门，打不开，开门，欸，可以，这小屁孩的房间是不是？欸，我们绕一圈欸，这不能开，我们绕了一圈欸，为什么？这家的格局也太奇怪了吧？干嘛？
被关掉了。我们找看别的房间，这不能开嘛。然后我们刚这个绕回去了，那就是剩这个咯。这是什么？一堆垃圾。藕盆。又是衣橱。更衣室啊。看起来没东西耶。这边还有道门耶。谁关我门？喂！不要哦！不要哦！谁在外面？谁在敲门？你有种就进来，好不好？没在怕的，真的没在怕的，真的不会怕，真的不会怕。我们要走哪一边啊？先走这边好了。Hello， 哎呦，没事，这边看起来，有床欸，卧室吗？是我的卧室吗？啊，我可以睡觉吗？还有一道门。Hello， 这又绕出来了嘛？那我们只剩往阁楼的地方可以走了。好的。奥杜上不去啊？谁在卡我啊？那地上是怎样？放屁是不是？绿绿的东东，这又是什么奇怪的话啊？一个修女站在一片垃圾中，感觉很开心。哇塞，我家怎样是迷宫是不是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到处都是门欸，到处都是暗门。什么声音？是怎样？跟你讲，白痴才会往前走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就是白痴。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一直有奇怪的声音呢，他等一下一定会扑到我脸上，我要先做好尖叫的准备。我干你俩！我被鬼踢出来了，这什么？我可以点吗？啊，我手电筒嘞！啊，妈妈，我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他等一下是不是冲出来抓我啊？把我抓回去！不要，不要，拜托不要！结束了吗？好的，很棒。那我们这款游戏就玩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